女神范冰冰又闹机场凹造型了。日前，范冰冰抵达上海虹桥机场，她身穿白色衬衫，戴着帽子墨镜，酷劲儿十足。从贵宾室走出时，只见她穿的牛仔短裤身后还别着一条长裤，好像从背后长出两条下垂的尾巴，造型相当特别。网友们对画风如此新奇的造型纷纷吐槽道：“明星们的时尚，我们一般人懂不起，看不懂的时尚，欣赏不来。”更有网友调侃道：“这不会是穿出来后面带了条裤子不知道吧？”看来一向最会穿衣秀造型、走在时尚前沿的女神，也有一不小心跑偏的时候啊。